是时候告诉天下人，琅琊军回来了。要让这天下再看看我们琅琊军。琅琊军临，再战北临，再战北临，再战北临。还差最后一步，不差了。看来王爷对我很有信心呐。身处险境，方可绝处逢生。神转之际。 若我发出令箭，就带他入宫，有他相守，千军万马也杀不了我。出城！主心公公，不奉皇命擅离皇陵，当斩！我有龙凤卷轴在，废明德帝，立新皇。前辈。 宫廷殿下，我萧氏皇族之大，岂是他一个阉人定旨？卷轴上本就写着琅琊王的名字，当年的那封卷轴。 还有第二种办法呀！你们可以找出那些想要作乱的臣子，一个一个都杀了。卷轴上的名字是萧若风，可那又怎么样？皇帝依然是萧若锦，琅琊王依然是萧若风。可是为什么您却做不到呢？那样做会让您的皇位不稳，临臣没有办法跟天下人说，只能跟圣上您说。从琅琊王被侮辱玉，倘若不斩他。 那叛乱真的有这么容易爆发吗？那么那些人又怎么会任由他被杀死呢？你说了，凌晨不敢说的话，就是因为蛊成了被捆绑在皇位上的人，知道吗？是我失算了，是因为萧楚河。这次纷争之后，还有一些东西留了下来，百官联名。若是让萧雨拿到手，他必定再起波澜，绝对不能让他拿到。 谨言逃不出去，他会去找那个人。如今天启城中唯一在乎他性命的人，只要我还留着那份名单，就不会有人杀我。一旦我要是交出去的话，就连你都有可能杀了我吧。